小姐，可不可以麻烦你帮个忙？我要量这栋建筑物的外围总长，你帮我拉着皮尺，我去绕一圈，马上回来。那有可能，跑百米也没你那么快啊，不可能啦，一定是我看错了。我再绕一圈，你等我一下哦。你哪有人跑那么快的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嘞？个我都搞不清楚了。你哎，奇怪，这是同一个人吗？阿伯，你是坐飞轮机哦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我的木珠，快把旧手看到，一定是鬼打墙了。你，阿伯你是因素小子哟，太不能走遐紧的啦。Thank you.